次欢迎更多位参与奥运健儿展风采跳水及游泳示范表演。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有八位的主要嘉宾出席今天的活动，同各位的内地奥运精英见面。现在等我们先介绍今天各位的主要嘉宾，有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黄志祖太平绅士，国家体育总局孙安全司副司长徐静女士，香港中联办宣文部副部长张国义先生，中国游泳队教练王爱民先生，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副处长康乐事务李碧西太平绅士，中国香港游泳总会副会长伍建新博士，中国香港赛艇协会主席吴刚王先生，以及香港独木舟总会副主席罗浩然先生。现在典礼正式开始，各位嘉宾、各位观众、各位新闻界的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今日来到维多利亚公园游泳池，出席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民政事务局及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协会合办、中国奥林匹克协会协办的奥运健儿展风采跳水及游泳示范表演。大家可以近距离欣赏到内地咁多位精英金牌的运动员一阵的风采。其实大家同我哋一样都是咁心急的，好想是尽快看到我哋内地的奥运精英。事不宜迟，我哋有请香港童军总会、香港童军乐队带领各位的运动员进场，请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国歌，请在场咁多位嘅嘉宾起立，并且面向国旗。
座。亦都再一次歡迎曬我哋身邊嘅內地嘅奧運精英嚇。喺呢個時候咧，等我哋同大家逐一介紹一下佢哋啦。咁首先咧，介紹嘅就係跳水項目啊，今日嚟到同我哋見面嘅奧運精英健兒嘅。咁啊，當講到你哋名字嘅時候，可以同大家揮揮手嚇。好啦，就係男子個人及雙人三米彈板嘅金牌運動員謝思怡 ，Cheers 怡。男子雙人三米彈板金牌運動員黃宗源，黃宗源。大家都認得佢哋啦嚇，好熟悉嘅兩位咧，都係首次嘅奪得呢一個嘅奧運獎牌嘅。而中國嘅夢之隊咧，更加係蟬聯咗兩屆男子個人三米彈板嘅項目嘅。嗯，跟住落嚟咧，有游泳項目游泳項目，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運動員，包括咗有楊俊宣、楊俊宣，你好。仲有咧就係湯慕涵、湯慕涵。歡迎曬！但其實佢哋兩位咧，仲有兩位嘅隊員嘅，包括咗咧就係張雨霏同埋李冰潔啊。四位咧係以7:40.33嘅成績擊敗咗美國同埋澳洲，奪得金牌，並且刷新咗世界紀錄。咁雖然咧佢嘅隊友啦，張雨霏同埋李冰潔咧今日未能出席嘅，相信大家可以繼續以你嘅掌聲支持佢哋，係咪啊？絕對係啊！跟住去到咧就係賽艇嘅項目，賽艇嘅項目，咁就係咧女子四人雙槓嘅金牌運動員啊，包括係崔曉彤、張玲、陳雲霞同埋李陽噶。崔小彤、郑琳、陈颖霞，还有啦，就是李阳。我知道咧，佢哋今届嘅就喺奥运赛事方面啦，系遇到台风咧，咁啊赛事咧就系推迟咗。但系四位啊，最后都系咬紧牙关啦，就系第一队冲线嘅，欢迎你们，欢迎。最后我们有独木舟的项目，独木舟嘅项目啊，独木舟静水女子双人500米金牌运动员徐思晓、徐树手，你好。中國隊咧今次咧喺獨木舟嘅淨水項目入邊咧就係拎到呢面嘅金牌，雖然佢都有隊友啦，就係孫夢雅今日咧未能夠出席，相信咧佢交低咗咧好多嘅得獎嘅心得咧，一陣同大家咧分享噶。好啦，咁而家咧有請我哋嘅禮儀小姐啦，向各位嘅內地奧運精英係獻花噶。咁由於主要嘉宾咧，移步嚟到台前啦，同我哋一众嘅运动员合照。咁请各位运动员前绕步下，就系台上。我哋有请我哋嘅主要嘉宾上嚟影相啦。再一次邀请佢哋，包括有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黄志祖太平绅士，国家体育总局双城司的副司长徐静女士，香港中联办训文部副部长张国义先生，中国游泳队教练王爱敏先生。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副处长康乐事务李碧西太平绅士，中国香港游泳总会副会长伍建新博士，中国香港赛艇协会主席吴光宏先生，以及系香港独木舟总会副主席罗浩然先生，欢迎晒咁多位。好啦，我哋有请咁多位咧，就一齐面向我哋嘅相机咧，影张大合照先。在場的觀眾都有幫我和 Heidi 拍回他的相片，因為我們現在沒時間沒相機揸住在手，認為很值得留念的時刻，再一次多謝那麼多位嘉賓和那麼多位的運動員。 OK， 是不是拍了靚相了？齊美好，不如一起給個 like 啊，可以做這個動作嗎？就是第一 Number one 好，可以，謝謝。好，请各位嘉宾可以先就座啦，唔该晒，亦都唔该晒我哋嘅运动员爷，谢谢各位嘅运动员。一阵有机会再逐一啦，我哋就会找紧机会咧同佢哋系逐一倾偈噶啦，唔该晒，谢谢吓。好啦，台上高咧，我哋留低咗啦，就系
埋四位嘅赛艇嘅运动员啊，金牌得主啊。咁第一个访问咧，将会系正式开始噶啦。但系访问咧，我哋嘅四位金牌运动员之前咧，我哋有一啲嘅关于佢哋嘅片段咧，系会送翻俾大家。并且咧，我哋请嚟中国香港赛艇协会香港代表队教练林永生先生，阿林 Sir 咧就系为我哋作讲解嘅。有请林 Sir。大家早晨啊！咁咧，我哋而家咧先嚟重温下我哋国家队女子四人双桨艇嘅决赛嘅片段。咁咧呢场赛艇嘅比赛咧，其实系有六个国家参加啦吓。咁咧大家可以睇到咧，着住红色嘅队衣，第三线度嘅就系我哋国家队。咁啱啱起步嘅时候咧，其实大家每一个队伍咧都非常之接近。咁我哋賽艇呢，其實個比賽嘅距離呢就係統一2000米。咁呢你見到佢哋嗰個動作呢其實係非常之快速嘅。每一分鐘呢你見到我哋國家隊呢係接近嗰個頻率呢，蛙掌個頻率啦，一分鐘係蛙緊40掌。咁我哋賽艇呢其實係一個非常之講求體能啦，亦都講求一個合作性團隊嘅運動。你見到佢哋係非常之一致同步嘅。咁而家比賽呢已經其實你見到佢到接近衝終點嘅時候呢，其實我哋國家隊呢係以一個好遠嘅距離差唔多係6秒嘅距離嘅時間呢係贏到呢一面嘅金牌。咁第二名呢就係波蘭隊，第三名就係澳洲隊嘅。咁衝過終點嘅時候呢，你見到其實呢我哋國家隊非常之開心。點解呢？除咗攞到呢一面嘅金牌之外佢哋呢仲係打破咗世界紀錄最佳的時間，創新了一個新的紀錄，所以非常之開心。你看到呢他們雖然戴著口罩但是呢你看到他們的眼睛就已經看到他們究竟有多開心。我們在這裡再次恭喜中國國家隊可以奪取賽艇這個項目的金牌。哇！再睇翻一次呢一啲嘅參賽啦，得獎嘅片段咧，真係知道佢哋呢一面嘅金牌咧係得來不易噶。等待咗13年啊，終於咧翻到我哋中國運動員嘅手上啦。而家我哋身旁嘅咁啊，亦都見到啦，就係咧嚟自啊奧運女子四人雙桨嘅金牌運動員。再一次介紹佢哋咧，再次介紹我們旁邊嘅金牌運動員，包括是崔晓彤、張琳、陳雨霞，還有是呂洋。咁同樣地咧，喺佢哋身邊嘅咧，我哋就邀請到香港嘅奧運賽艇代表洪永欣 Winnie 啦，以及咧就係我哋咧中國香港賽艇協會青少年運動員啦，有三位都會咧由佢哋啊代表大家咧向我哋嘅奧運運動員咧係發問下問題。咁 Winnie 找緊機會啦。咁當然好開心可以見到咁多位奧運嘅金牌運動員啦。那我想問你們崔晓彤，你是队中的其中一位大师者，然后张琳，你是年纪最小的，那你们是如何保持默契呢？大师姐说吧，先说吧。其实我不是船上最大的，最大的是吕洋，然后我是排第二，但是我们四个人年龄是差不多的。我们平时就是像刚才主持人问的，就是我们生活然后吃饭训练，就是所有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在一起，就是时间长在一起磨合，然后最后在比赛上才会大家看到的配合的非常默契的结果。谢谢大家。嗯，那张琳呢？Hello 大家好。其实那个默契就是我们平时生活上在一起，就是睡觉吃饭都是在一起的，然后再到训练上也是的，就是生活和训练上都是基本上都是在一起的，密不可分的，其实默契就是这样形成的。有一家人的感觉吗？有他说个关系密不可分啊，吃饭一起睡觉一起喎，非常好。好了，咁啊到啊阿廖崇礼喎，系咪啊？咦，你又可以找紧机会问问题啦，到你啦。我想问一下，你们中国女子四人双桨队一路领先，然后决赛当日更刷新了世界最好成绩夺得金牌，比赛时你们是如何调试紧张的心情，
保持超水平的表现。看看谁会做这个回答吧。当时有谁是最紧张的、啊、在比赛当中？我们预赛前会做预案，我们会四个人包括我们的教练一起去分析我们这2000米怎么滑、嗯、然后就是我们四个在比赛前告诉自己要冷静，嗯，就是头脑一定要清醒，不管场上发生任何问题都要保持一个冷静的头脑，然后去应对这些问题。当然会紧张，但是我觉得这种紧张更多的是一种压力吧。但是我觉得如果参加这种奥运会世界大赛必须有很强的抗压能力，这是在我们训练中就是已经锻炼的密不可分的。即系我哋话基本功咧，除咗系话蛙艇嗰个潜能，系个抗压能力嘅，已经系吓。在比赛之前的一个晚上能睡觉吗？睡得着吗？说实话，很难入睡。你们四个都很难入睡是吗？我们当时是两个人一个房间，我觉得我的队友崔晓彤他也很难入睡，因为我听到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是说你啊，是不是啊？好了，咁啊，知道佢哋嘅比赛心情之后啦，咁啊，郑世芬系咪又到你有个问题啊？我想问你们四人在2019年才组队，在多个国际赛事中夺冠，今次更拿下奥运金牌。请问你们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培养出默契的呢？在训练以外也要经常在一起吗？刚才他们说平常是一起，但是他们想问就是比赛以外了，训练以外还在一起吗？就是去看电影啊，会一起去看电影吗？是的，就是我们从组队开始，就无论是训练还是吃饭，只是睡觉的时候可能说两个人一个房间分开的，除了之外，像逛街啊，出去有时候教练会带我们偶尔出去，就是放松一下。其实我们都是四个人一起在一起的，有我们就是从2019年组队开始之后，我们无论干什么其实都是在一起的。那非常好，面对压力一起放松也一起嘛，哈、嗯，好，非常好。好了，都赢了的吧？我想问吕翔，你曾是射箭运动员，同时陈雨霞你曾是田径选手，为什么最后决定留在赛艇项目发展？我之前是练田径的，然后可能由于身材原因，然后就是在田径方面可能不会有一个更好的就是发展嘛，然后教练建议我，因为教练也是为了我的长远发展想的，他就建议我来练赛艇试一下。然后后面经过一段时间训练，我发现其实赛艇其实也是就是这个项目也是挺好的，然后对于我的长远发展是更好的。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自己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也给自己了很大的信心，然后就更加坚定这个目标，这个项目就一直走下去。非常好，也证明了教练他们的分析是对的吧？是对的啊。那吕阳吧，也看看你是转这个体育项目的时候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我刚开始是练习射箭的，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态去训练这个赛艇，但是我到了赛艇队之后，我发现就是我练了2个月之后，和我们的一些可能练了1年或者1年半的老队员的成绩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在看到自己提高的同时，然后自己的信心就越来越多，然后在信心越来越多又能拿到就是在自己的在队里排名越来越靠前的时候，我就慢慢的热爱上这个项目。然后我觉得在这个项目里我能体现到自己的价值。绝对感受到哈，其实咧，即系话运动员都要不断咁检视自己嘅能力咧，同埋听教练方面嘅分析，非常好嘅，再次恭喜你们，非常好的成绩。好啦，问翻我哋香港嘅朋友啊嘛 ，Winnie 都问问你啊，嗱，你第一次咧参加奥运嘅咧就系单人双桨赛，成绩咧其实相当好啦，总成绩咧就排行第23名完成嘅。未来有啲咩目标咧？同埋下届奥运其实3年后就嚟啦，开始准备未咧？都準備緊嘅，但係首先都要準備一下嚟緊嘅亞運啦，喺杭州。咁我最主要都係做多啲 gym 練翻多啲肌力，
因为我力量上其实对比起公开组系仲未够。咪加油咯喎！一阵又可以咧，同我哋几位国家队嘅精英再咧私底下请教一下哈。多谢晒，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好啦，咁啊真系好精彩分享啊，亦都了解佢哋更加多啦。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咧就即将要开始咧，真系一个示范嘅表演咧，就系、是、跳水示范，冇错啦。哦，唔想我哋即系呼吁大家已经有尖叫声啦。不如又介绍一下先。系啊，而家我哋有请啦，就系男子个人及双人三米弹板金牌得主谢思翼，同埋佢嘅拍档黄宗耀。谢思翼咧，其实系参加奥运之后咧，就有少少嘅受伤啊，咁所以今日咧就系、是、有呢个伤患在身啦。虽然佢未能够咧亲自同我哋示范，咁但系会作咧呢个专业嘅旁述啦，同埋指导。至于黄宗源啊，系啦，已经站喺我哋嘅前方啦，咁将会咧连同九位嘅香港跳水青少年运动员咧，同我哋作示范表演。我哋亦都今日咧非常多谢咧中国香港游泳总会安排咗国际跳水裁判梁启贤先生咧为大家做旁述。呢、这个时间。交俾你哋。好啦，池边准备紧嘅咧，就系我哋跳水嘅第一个示范嘅动作吓。嗱，我哋先介绍下我哋嘅运动员先。嗱，第一位咧就系我哋奥运金牌得主黄宗源啦，大家俾热烈嘅掌声好唔好啊？好，旁边嘅一路介绍落去啦，就系我哋港队嘅运动员啦，徐俊贤、范成孝、姚乐斌、陈子欣。梁家善、曹希允、吴子柔同埋陈子明。好，嗱，嚟紧咧呢个池边嘅动作咧，就交俾教练指挥一下先啊。咦，啲掌声唔系好够咁喎。好啦，我请我哋咧今日咧我哋嘅金牌旁述啊谢思翼帮手评述一下呢个动作先。好啦，咁呢个动作咧系属于我哋平时训练最基本最基础嘅动作嚟嘅。啊，咁而家即系就开始准备第二个动作。佢剛剛完成嘅咧，就係咧向前跳水曲體嘅動作。第一個動作大家見到咧係好直噶嘛個身體，今次個動作咧佢個身體係接埋嘅喎。嗱，呢個咧我哋就叫做曲體嘅動作。好，第三個動作係咩啊？謝先。第三個動作咧，我哋嘅俗語叫做1014啊，咁其實就係普式嘅動作啦。好啦，準備第三個動作。哇，好齐整喎！哇，啲水花有冇啊？补翻分数得唔得啊？今次消失啊！啲水花系消失的水花。好嗱，大家咧俾多啲热烈嘅掌声咧，支持下我哋嘅运动员啦。好，跟住落嚟咧，大家咧就要转眼啊，去望一望我哋跳水嘅跳板呢个位置。嗱，我哋俾少少时间我哋嘅运动员做好准备先啊。剛才 Heidi 和我呢都來到這裡的時候就說啦，我們呢一般呢就是透過即電視的直播啦就看奧運的，那麼跳水呢定香港人呢就是很熱門喜歡看的項目，因為即跳水是夢之隊嘛。哇，原來真正在現場看跳水的效果不知道是怎樣的呢？你感受到呢平時我們說有沒有水花真的隔著螢幕，現在在我們眼前即是不是即我們這樣現場看更加感受他們呢個動作入水的靚法。其實跳水對於我們來說其實就是空中的藝術，不單止是空中，最重要的是最後那個效果水花，其實水花越小的那你真的越漂越好，而且很震撼的。即你而家都係師兄啦，帶住阿師弟啦，師弟好似個性格好調皮喎。頭先真係同佢影相傾偈嘅時候咧，你會唔會覺得誒咁細個，即係小朋友咁啊，得唔得㗎？你有即個心之前有冇咁諗咧？其實一開始我都係咁諗嘅，講出嚟俾我。其實你自己細個接觸之外都係咁㗎。係我接觸之後咧，佢都係咁，一直都係咁樣。不過咧，呢啲係屬於。個人的風格嚟嘅，因為每個人的風格，好似我咁啦，我係
可能唔係好即係訓練嗰陣時唔中意講嘢嘅。咁佢屬於係訓練嗰陣時，成日講嘢嘅，又唔係成日講嘢嘅，識得調個氣氛。係啦，即係有時訓練得好辛苦嗰陣時，佢識講啲笑話，咁俾啲隊友咁樣輕鬆一下咁一日。講笑話，一陣唔知可唔可以講個笑話喎？不過其實我哋話成日咧比賽或者訓練個調整好緊要啊。咁通常你哋即係自己私底下溝通嘅時候咧，即係唔係比賽鍛鍊嘅時候啦，會唔會有其他即係活動，即係同私底去做一下嘅咧？即係去玩啊、食飯啊。啊，都會嘅。我哋係比如話訓練一齊啦，跟住食飯一齊啦，跟住晚黑治療又係一齊，跟住。打機又係一齊啦。好似你哋話打機都係組同一隊 team 喎，你哋。嗱，見到啦，張元準備喎，準備下啦嘛。OK， 咁我哋而家就係睇黃宗元嘅動作啦。佢第一個動作係103B， 屬於一個走板動作嚟嘅，又係屬於我哋平時訓練最基本、最基礎嘅一個動作嚟嘅，係叫規定動作。跳水呢其實呢 向前的組別呢我們用一字呢去代替，所以剛才呢我們謝師跟大家講介紹的時間呢是用 101B， 大家記不記得第一個一字呢其實代表它起跳的組別，向前起跳的意思。下一個動作跳水半周曲體 401B， 好，下一位啊，陳子欣準備一下先。佢哋個腳踩下嗰個碌碌咧，係咩意思咧？係其實咧係調整個板嘅彈性嘅。哦，係啊，咁啊適合唔同嘅運動員。明白。俾多啲掌聲鼓勵啊！嗱，呢個咧就係向前跳水半周曲體101B。好嗱，跟住落嚟咧，黃宗仁都準備緊啦，大家都俾多少少掌聲佢啦，唔使咁心急嘅，唔使跑嘅。係啦，多謝曬剛剛為我哋表演嘅。好似跳水對於我哋嚟講咧，同其他項目係唔一樣，因為好似其他項目需要好。在这个过程咁好激烈咁去跑，即係需要大家嘅爆炸力。係咁跳水佢好特别，需要全场好安静咁啊。咁我哋都整啲嚟呀。對於我嚟講，我可能要求高啲嘅。有啲咩可以？呢個就自己分啦，其實呢個可以俾到八分啦，八點五啦，係咯。即係對於規定動作嚟講，但係我哋嘅要求咧係比較高啲嘅。咁呢個動作其實係有啲唔夠嘅。係。所以佢頭先欠缺咗咩嘢咧？啱先係起動嘅力量細咗，係比少咗。好啦，跟住我哋咧。香港的運動員代表了喎，姚樂芬啊，咁佢將會做的咧就係103C啊。好嗱，頭先講過啦，第一個號碼就係代表向前，係咪啊？零同三，第三個號碼個三字代表咩？就係佢代表佢翻騰週數啊，每半週就加一。三字咧就代表係一週半嘅動作啊。佢呢個咧就係補失，所以後面擺個 C 喺後面。好，下一位準備啦，徐俊賢。
跳水咧，欣賞嘅時間咧，其實我哋可以咧睇佢嘅起板高度啦，個翻騰嘅速度啦，完成嘅高度啦，入水嘅效果夠唔夠直，有冇水花等等啊。頭先嘅起板高度係咪幾唔錯咧？嗱，呢個咧其實可以用板再好啲，同埋呢個動作咧有少少向前啊，係啦，咁令到佢完成嘅時間、入水嘅時間冇咁效果冇咁理想啊。咁而家係黃宗源，佢哋呢個動作跳301B，其實就係向前邊、向前面向水嘅向後動作半周啦。三組的動作，剛才講過一組就是向前，四組大家剛才見過就是向內，三組就是向前起跳向後翻騰，我們叫反身的動作。好，接下來下一位就是陳子銘。水花可能冇佢咁功咁好添啊！子明，做得好好啊！子明讚你啊！你所以呢啲跳水都係每一日都係要去，即係好認真去練練每一個動作。咁你慢慢有積累之後，動作就會好明顯，效果變好。好，姚樂斌。嗱，佢啱啱咧就展示咗咧今日第一個嘅轉體動作喎，佢呢個係向後翻騰一周半加轉體半周。好，跟住嚟緊咧，我哋好似比賽咁有下 round 啦，大家同比賽見覺唔覺得有啲分別？就係我哋少咗 beat 一聲啊。係啊，冇啦 ，beat 一聲喎。啊，裁判長就準備好咧，報好動作就要 beat 一聲啊，但係我哋今日睇表演就冇啦。我發現阿鍾源好多笑容喎。係啊。係咪啊？笑得好開心。好陽光啊！係啊。好，而家係201B，向後半周，又係規定動作嚟嘅。理想，這個非常好的動作來的。這個就是向後起跳的半周谷體動作。是的。好，接下來準備的就是徐俊賢了。跟住嚟緊咧，就會去到陳子銘啦。好，大家記唔記得呢個動作啊？提速係乜嘢啊？頭先出現過嘅喎。
嗱，五二三一 D 啦，就是、向後翻騰一周半轉體半周。嗱，完成得非常之好啊！我哋俾多啲掌聲鼓勵佢。好難要你不停去練一個動作嘅時候，仲要你係次次平均都要有咁好嘅成績，係好難。其實這個呢個就通過恆常的訓練，其實除了在跳板裏面去訓練之外，陸上還有一系列的大網訓練，亦都會有陸上跳板的訓練去配合的。咁接下來是黃宗元的 105B， 其實就是向前走板，走板向前的一個動作，就是兩周半曲體。肌力量非常之重要的，所以因為跳板佢有好多唔確定嘅因素，所以你要有好強大嘅核心啦，同埋下肢嘅配合，同埋去控制呢個板嘅節奏。咦，而家係雙人咯噃、好嗱，今日出現嘅第一個雙人動作，徐俊賢、姚樂斌咧，嗱佢將會咧就係跳一個103B 向前翻騰一周半曲體。同步性的時間性很重要，沒錯了，沒錯了，雙人的時間我們平衡或者觀賞他的時間，其實都要留意他的同步、走板出來的時間是否一致，起跳是否一致，空中動作是否一致，入水時間是否一致。那雙人是怎麼訓練的呢？是兩個人一起同時間，還是分開大家練熟了自己的動作才夾回一起練呢？雙人的動作肯定是一起練的，沒可能說即係自己練自己，跟住到比賽又一齊，係冇可能嘅。所以就要花更多時間嘅，所以大細心都冇嘅。咁呢個又係最後跳板嘅最後一個動作啦，就係最後動作五二三三 D， 又係一個轉體動作嚟嘅。前面的五二三一 D 咧，佢系属于半周的转体啦，向后半周转体。咁呢个咧系一周半的转体啦。其实平时咧，你哋企喺个跳板当中啦，通常都会有几秒的准备时间。嗰一刻嘅心情或者嗰一刻系提醒紧自己乜嘢？谂紧啲咩？系啊。其实到比赛嗰阵时咧，你准备嘅时间佢系一分钟之内嘅，即系咁你啲中间你想几时跳都得，即系自己准备好啦，我嘅 partner 准备好啦，咁就可以 OK 一齐就上板。咁其实呢中间唔会话谂太多嘅嘢，系需要好清醒同埋心要好定咁样去做嘅、因为平时训练已经练得好多啦、你嘅身体嘅记忆佢已经喺度嘅，所以你只系需要冷靜去跳，做一次出嚟。好嗱，大家咧今次咧就要將個目光轉移一下，望到台上邊我哋香港隊嘅隊員啦。係啊，嗱，嗰個位置咧就係一個七米半嘅跳台嚟㗎。咁佢哋咧，陳子銘將會咧就示範呢個前倒嘅動作嘅曲體。指令是不是很大潛能呢？其實我見到很多動作都做得很平均的。是啊，看得出他很有天分，而且訓好像他跳動作的狀態來說，我相信他的訓練應該是不錯的，非常之好，很刻苦的，厲害。好嗱，同樣都是一個前倒 B 的動作，今次是姚樂斌。
其實我哋話咧，由佢哋開始訓練啦，陸上嘅訓練幾耐先至就話真係落去個泳池啊，去做即係喺我哋話係現場咁樣去做嘅咩？每一日都有，每一日都係先喺陸上，跟住到水上，哦，所以一個過渡。我今次有咩福利派俾大家咧？嚇，係啊！佢要照顧一下左邊嘅粉絲們啊！影完相未？影完相未啊？拍照啦嘛，可以了嘛，大家可以啦。好，嗱一樣啦，我哋睇睇都係前倒 B 嘅動作，示範一次咧，係我哋入水嘅動作啊！跳落去入水的位置是更加靠貼的跳力，這個是否一個分別？這個都是一個訓練的部分的方式不一樣，因為它需要 看水點的位置，它是需要靠後一點的，就是先是最直的位置。是的哇，看回慢動作都是非常之靚。好啦，嗱，大家咧稍等一陣，點解啊？因為咧，我哋將會咧就去到十米台最高個台嗰度喎。嗱，大家望一望先，揾到個十米台未啊？嗰度中間，嗰個位置中間最高位置。我想講現場睇真係覺得十米係高好多，比我哋平時喺電視度做直播嘅時候嚇。好嗱，先由咧我哋香港隊嘅運動員啦，徐俊賢去示範一次咧坐到 B 嘅動作嚟㗎，係啦。其實係對於年輕嘅運動員嚟講，有好大嘅進步空間嘅，係啦。冇錯啊，十米台咧一定要苦練㗎，唔係咁簡單㗎。而且十米台唔係一個好簡單嘅個米數嚟嘅，而且因為越高嘅跳台佢係越難嘅。喺空中嘅控制咧，那個強度咧亦都非常之大㗎。係啊，你又係大家影相嘅時間喎，係咪啊？好，一樣是一個前倒 B 的動作嚟嘅。好，點啊？呢個動作點啊？其實佢以前的水花同上一個運動員是差不多的，因為他有一定的積累之後才可以有大的進步空間。沒錯沒錯，苦練啊，這個就是苦練的結果來的，一定要苦練，無論什麼項目，跳水特別是跳水，他是一定要每一天很認真 很刻苦去訓練的，即是一些偷懶都不可以。好啦，那今天跳水的示範呢就會來到這裡，我們交回給思儀。唔該曬，再次唔該曬啦！就係、是、嚟自中國香港游泳總會啊嘅國際安排嘅國際跳水裁判梁啟賢先生為我哋做旁述嘅，多謝曬，亦都多謝曬咧，就係師兄啊，謝師兄啦，因為同我哋做旁述，但係我哋點會咁輕易咧就係、是、放過佢咧？所以呢個時候咧，我哋即將咧就會請到我哋嘅夢之隊嚇兩位，包括咧就係、是、黃宗元啦，同埋謝師兄咧行翻嚟我哋身邊咧，就同我哋慢慢傾偈嘅。當然就唔止我哋兩個啦，亦都會請出你哋香港隊嘅代表咧一齊同我哋傾下偈啦。係啊，我哋香港嘅青少年運動員咧，其實今日咧好開心啦，可以一齊咧同金牌運動員咧就係、是、作呢個示範啦。我諗咧從中咧一定係偷到師嘅，點都學到嘢嘅，係升進 level 啊嚇。係啊。咁啊，當然咧，而家可以咧再同佢哋傾偈，直講開心。嗱，講下啦，我哋平時主持就隔住個 mon 睇啦。其實上兩屆咧嘅金牌運動員嚟到表演咧，我都真係現場感受過睇跳水嘅震撼。咁你訪問下你嘅感受咧？我真係第一次睇啊，第一次主持奧運啦，今年亦都第一次咧嚟到咧就係參與呢一個嘅健兒們展風采嘅匯演啦。哇！現場睇個跳水，頭先你都講得啱啊，原來十米咁高嘅，平日喺電視機睇咧，我哋係水平線咁睇咧，所以個感覺咧就冇咁震撼。我都要讚下頭先講嘅觀眾嚇，你哋有冇認真地守心啊？因為咧，你哋咧應該係好想尖叫，不如而家俾你哋將頭先個熱情尖叫出嚟啊！咗而家可以尖叫翻出嚟。可以啊！咁啊，
我亦都好知道咧，其實欣賞跳水嘅時候咧，我哋要保持安靜啦。頭先你哋做得好好，所以呢刻咧傾偈咧，你哋可以尖叫下啦嚇，俾啲我哋嘅支持同埋頭先嘅欣賞嘅感覺佢哋嚇。好啦，呢個時候咧，我哋請埋咧我哋兩位嘅香港少年跳水隊嘅代表成員啦，包括咗咧係梁家善啦同埋。